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柯派。今天是2021年的3月15日，星期一，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 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小雨或雨夹雪。今天夜间全省多云转晴，伴随着雨雪天气，今天我省的气温下降，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都降到了10度以下。长春雨夹雪转晴，最高温7度，最低温-6度。省气象台昨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北部有5到6级西南风转西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7到9级，提醒您要注意防范。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延迟退休呢，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刚刚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5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广受关注的延迟退休正式进入到计划实施的阶段。毕竟我这个年龄段里的这个就身体原因吧，应该延迟个1-2年应该没问题。我觉得可以3到5年一个过渡期吧，直接5年是不是时间有点长呢？对于延迟退休，我个人可以接受3到5年嘛。我觉得应该支持国家的这种延迟退休的政策，但是也是希望能有一个弹性的规定。对于延迟退休，如何延迟、延迟多少，自然是关注度最高。对此，《十四五规划纲要》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小步调整、弹性实施。今后出台这个政策以后呢，每一年呢只延长几个月，啊，这样的每年逐步的延长以后呢，来达到我们预期的延长的这个年龄的那样一个要求。对于延迟到多少岁退休，很多人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金维刚则表示，延迟多少不会一刀切，采取呢弹性实施的方式，啊，也就是说呢，充分考虑到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和他们的意愿，啊，允许个人呢有一定的选择的权利，也就是说呢，允许个人根据自身的一些情况啊选择提前退休的时间。金维刚介绍，延迟退休改革将在统一实施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沿革等情况，增加弹性因素，允许个人根据自身情况和条件选择提前退休的具体时间，充分体现改革的灵活性和包容性。规划纲要中针对延迟退休提出的分类推进、统筹兼顾该怎么理解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在具体的延迟退休年龄的时候呢，也不会采取齐步走的方式，而是针对不同的群体，在实施的具体的政策方面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此外，对于现有不同职业、地区、岗位存在的一些政策差异，改革后也会保持政策延续性，确保政策调整前后有序衔接、平稳过渡。退休年龄问题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因此延迟退休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与之相关的配套和保障政策措施非常多，需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一方面，过去的一些与退休年龄相关的政策要随着延迟退休进行相应调整；另一方面，延迟退休改革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机遇、问题和挑战，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及时跟进。对于这些大龄的劳动者，提供一些相应的职业技能的培训，或者是对他们创业啊提供这方面一些政策的扶持和社保的补贴，同时呢，对于大龄的失业人员在再就业方面呢，给予更加优惠的一些政策，来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解决这方面的一些实际问题。
今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1年3·15晚会将于今晚的8点在央视财经频道、央视财经客户端、央广经济之声同步现场直播。本届3·15晚会的主题是提振消费从新开始，希望通过诚信的力量，让每个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更加幸福美满，稳步提高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在3·15前夕，吉林省消协联合省市场监管厅和各地消协组织共同开展了消费维权热点在线互动直播活动。我就想全款买，最后吃饭的时候你只能贷款，要不然定金我也不还你。这是一位四平市的消费者，在通过网络在线的方式对购买二手车过程中存在的消费问题向省消协进行消费维权。吉林省消费者协会邀请了各行业专业人士，面对省内消费者遇到的各种消费维权问题进行现场解读和处理。经过这么多年的12、3·15的这种集体活动，我最切身的感受是我们大家的投诉渠道畅通了，省还建立了一个网上平台，24小时不间断的接受消费者这种那个投诉，所以我们感觉我们整个社会的这种消费维权意识会越来越强。此次消费维权热点在线互动直播活动，让消费维权走到百姓身边，让消费更放心，维权更精准。通过这次活动来呢，切实提高广大消费者的维权意识，然后呢搭建这样一个消费者和相关职能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沟通的平台，切实的打通堵点，然后营造更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高，现在呢，很多消费者遇到消费问题的时候，都会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投诉举报。日前，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去年长春市的相关投诉举报数据进行了公布。2020年，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收处理各类投诉举报1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6455.7万元。目前，消费者可以通过注册登录全国12315网站和全国12315平台手机应用、微信公众号以及微信小程序等进行投诉举报。政务服务热线或其他单位转办的信息，我们也将通过线上共享互通方式准确及时归集到12315的平台处理。另外，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建立了回访倒查机制，对50%以上办件的办理流程、办理结果、工作人员态度进行电话随机抽查回访。全系统年投诉办件平均反馈率97.95%，满意率96.48%，办决率100%。对于2020年度罚没的假冒伪劣商品的，近日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集中销毁，我们到现场看一看。此次集中销毁的主要包括过期食品1569件，假冒伪劣的酒类357件，服饰569件，化妆品195件，药品212件，车用机油84桶，以及包装物和工具类2188件。这次总共我们销毁了大约5000余件，或者金额50余万元。市场监管工作人员表示，去年全市部署开展了雷霆2020专项执法行动，立案侦办了侵犯茅台、全羊泉、梦之蓝、耐克等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违法案件。此次行动将罚没的这些假冒伪劣商品全部销毁。2020年度，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查处各类违法案件2201件，罚没金额4936.5万元。查处了案值30万以上的，总共有30余件，100万以上的有2件，这些案值都非常大。而且这个情节都非常恶劣，我们也讲，进一步的深挖细查，重点查处，涉及老百姓的安全和健康的产品。记者了解到，此次销毁行动严格执行罚没物资处理法定程序，采用无害化处理方式集中销毁，防止二次污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也发布了针对6类产品的消费提示，这其中呢就包括儿童口罩、磁性玩具、儿童平衡车和老年健步鞋等。
磁性玩具指带有磁体或磁性部件的玩具，消费者在选购和使用时需要关注磁铁或磁性部件如果尺寸过小，低龄儿童在玩耍该类磁性玩具时易被吞食导致窒息伤害，因此应选购尺寸较大且不易入口的磁性玩具。儿童平衡车是针对2至5岁儿童设计的乘骑车辆玩具，选购时首先应查看商品包装上是否有3C 产品认证标志，使用前根据儿童腿长及时调整平衡车安坐高度，使儿童脚掌足以支撑地面为宜，同时仔细检查产品是否带有可能会被儿童吞下或吸入的易拆卸小部件，表面边缘是否光滑，查看车轮和车架间间隙是否有危险，骑行时务必佩戴头盔。儿童口罩购买时应注意查看产品的适用年龄执行标准和产品类别，还应结合孩子试戴效果选择符合脸型大小的口罩。由于可能存在窒息风险，儿童口罩不适合婴幼儿佩戴。非医用口罩也可称为个人防护口罩，消费者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包装完好和标志齐全的口罩，尽量避免微信群、朋友圈等个人交易行为。佩戴口罩前和摘下口罩后均应及时洗手或使用酒精类洗手液搓手，口罩不宜长时间佩戴。如果口罩出现脏污、变形、损坏、有异味时，需及时更换。老年健步鞋宽窄，一般以脚面受力时能够完全展开为好，长短以脚尖不夹不顶，行走时脚不在鞋内滑动为好。注意查看健步鞋上和包装盒上标注的鞋号和鞋型，认清是否与自己的要求相符，优先选择有粘扣带固定连接帮面的鞋，尽量选择橡胶外底或着力部位是橡胶的组合外底的老年鞋。一次性餐饮具，消费者选购时应选择包装完好的产品，看清外包装上是否有 QS 标志等关键信息，尽量选择没有装饰图案的无色产品，尽量不要选择捏起来太软的产品，建议不要重复使用塑料一次性餐饮具，也不要将食物长期置于塑料一次性餐饮具中。新闻导报热点早知道。最近呢，随着天气的转暖，各地春季出游持续升温，在浙江、上海等地，酒店和民宿的入住率和预订量都在上升。和前两天的阴雨天气不同，本周末迎来了难得的晴天。随着气温回升，在浙江省莫干山的仙潭村，游客数量明显增多。像今天的话，我们那个田园乐园里面，我们村里面龙潭景区里面有很多的游客，也有本地的，也有江苏牌照的，也有上海牌照的，也有很多。整个村里面来来去去的话，估计也有800人左右吧。虽然距离清明节还有20多天，但是沈蒋荣的民宿早早就开始接受预订，两栋楼已经被订满。像清明节的话，我已经有2幢楼已经订出去了，所以那个预订量还算是非常的不错啊。特别是五一节，我们有1幢楼也预订出去了。随着国内疫情的缓解，国内游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上海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告诉记者，3月份以来的咨询量和订单量都有大幅提升。比如说像厦门，春暖花开的，最近比较热点比较足的就是到武大，到武汉这边去看一个樱花，也是很多的这个顾客都会向我们咨询。大家不管是从个人的出行也好，还是单位组织的出行也好，就是到了3月份以后就动起来了。目前为止的话，几百单到上千单应该是有的。齐小华告诉记者，从咨询量上来看，明显能够感觉到大家对长途旅行的向往，但是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还是选择短途游的更多。下面来看一组新闻现场。前不久的一个夜晚，在广西河池的一辆公交车里，一束手机灯光亮起，这样的一束光呢，照亮了学生的作业本，也温暖了大家的心。站稳扶好，下一站是气象局。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公交车上几名学生有的在写作业，有的靠在窗边复习，一位女乘客用手机电筒光给他们照明。视频传开后，不少网友纷纷给同学们和这位女乘客点赞。
3月9号，记者联系到了视频拍摄者毛女士，她告诉记者，3月3号晚上9点左右，她在金城江城区搭乘一路公交车，看到车上几个初中生在做题或者背书，旁边的一位女士热心地提醒孩子们说，这样学习会对眼睛不好。他说不要紧的，我们在这里坐惯了。然后那个就爱心的这个女士，环府的这女士，她就跟司机说，是不是打后面灯给打亮一下？后来司机他又说，开了后面的灯，他就影响开车，前面看不清楚。然后他那个女的，她就一直帮他们打的。毛女士说，那位热心女士就一直举着手机打光，直到铜鼓广场站下车，整个过程长达30分钟。经多方联系，记者找到了视频中的女学生秦诗华，她告诉记者，因为要备战中考了，大家都格外努力。学校里面不可能就把所有的知识点都弄清楚，还有自己不足的地方要去弥补，所以可以利用在车上的时间。记者采访他，对一路上帮助过他们的人表示了感谢。所以我们就要更加努力的学习来回报他们。令人暖心而又揪心的一幕又发生在了浙江金华。近日的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孩摔倒在地上，血流满面，而公交车司机刘立良随即做出了暖心的举动。事发早上6点20分左右，金华市惠民公交公司31路驾驶员刘立良像往常一样驾驶公交车行驶在路上。经过60经济开发区时，他发现前方一名学生模样的女孩骑着电瓶车，不小心撞上停靠在路边的挂车，摔倒在地上。躺在地上，滚筒的痛得很厉害，看到他说眼睛也睁不开了，满身都是血。刘立良第一时间把公交车停稳，并把这一情况告知车上乘客，随即拿了一把雨伞下了车。刘立良走上前去，赶紧将倒在地上的女孩扶了起来。当时天正在下着雨，他一边给女孩撑伞遮雨，一边拿手机报了警，然后一直守护在女孩身边安慰她。我说你，我要先给她一个安慰一下嘛，就是不要激动，先不要激动。我说我先帮你报警，叫救护车过来，后面设置了那个警示标志嘛，直接自己在等候的时候看到这。后边车子来了，就打招呼了。那个后方的车辆呢，绕过去一点了。等到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刘立良这才放心的开上公交车，向目的地驶去。面对途中遇到的突发事件，几名乘客并没有因为刘立良停车而抱怨，而是纷纷夸赞他的暖心举动。第一个反应就是停下来，如果我不去理他的话，就很容易造成如果第二次伤。事故延迟的话，很容易造成这个小女儿以后如果有不可损失的话，我自己心里感觉过意不去的，挺内疚的那样。所以说第一个时间就是跑下来就先那个救护一下。要感谢这位好心的公交车司机，在他人遇到危险的时候挺身相助的还有下面的这位民警。3月13号的凌晨呢，陕西咸阳的执勤交警徐西弟在湖边执勤的时候啊，突然听到了湖里传来了阵阵的呼救声。当他得知是一名群众落水之后，毫不犹豫地跳入湖中救人。快报告，有人落水了，快点，快点，快点，哥你慢点慢点，我去救游泳去，慢点慢点慢点，注意安全。不是，跟说，快点，跟说。随后徐西弟又第一时间联系120急救中心，将落水者送往医院。据了解，落水的男子由于当晚心情不好，吃饭时喝了酒，之后到咸阳湖边散步，一时冲动将手机、钱包等物品全部扔进咸阳湖，随后又下到湖中去捡，导致危险发生。由于救助及时，该男子经救治后已无大碍。我们都知道拾金不昧是美德，但是如果拾到了贵重物品不归还，失主会怎么处理呢？近日在陕西西安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一名女性乘客
在北客站北广场站过安检时发现自己手机丢失。北客站客流量较大，来往乘客大多都是推着大件行李，而失主小马是一个大一学生，就是在行李过了安检后的一瞬间手机不见了。该女乘客在过包时不慎手机掉落，被紧随其后的一名男子拾起。大家排着队拿传送带出来的行李，这个黄色大衣的就是小马，他要伸手拿行李箱的时候把手机揣进了兜里，可就在弯腰抬箱子的一瞬间，手机从兜里滑落掉在地上。小马并没有察觉，提着箱子就走了。紧跟其后的这个男子捡起了手机，还看了小马一眼，直接拿在手上就走了。走了几步的小马发现手机不见了，就开始到处找，没有将手机立刻归还，而是将手机隐藏后迅速出站。明明看见小马在找手机，还若无其事地离开现场。经过民警四天的调查，终于将嫌疑人韦某缉拿归案。在我们跟嫌疑人沟通的时候，嫌疑人觉得我就是捡了个手机，我给人还了，这个事儿不就没事了。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他以主观目的为非法占有的方式窃取他人财物，而且拒不归还呢，是盗窃罪。韦某觉得自己捡到的东西为啥就成了涉嫌盗窃罪？主观上他有这个把手机占为己有的这个想法，客观上他实施了非法窃取他人财物的这个行为，主客观相统一，行为构成了盗窃罪，那么我们依法将其刑事拘留。再来关注交通安全。近日广西北海的一名女子呢，在城市道路上骑马的视频在网上引发了热议。3月12号，广西北海民警经过走访调查，找到了这位骑马的女子，并且约谈了马场的经营者和骑马上路的当事人。经过约谈呢，这名女子意识到自己在城市道路上骑马对其他车辆和人员来说十分的危险，并删除了这条视频。马场的经营者也表示，今后会对马场进行整改并规范管理，保证不再让会员将马匹带到城市道路上骑行。民警也提示，如果因为在城市道路骑马导致交通堵塞，扰乱公共秩序，警方呢则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作出处罚。我们再来看湖北黄石的一位深明大义的妻子，她的丈夫呢醉驾撞人之后逃逸回家，她并没有包庇丈夫的违法行为，而是打电话向警方举报了丈夫。不久前，湖北黄石一名男子骑车被人撞倒后，肇事车辆竟然逃逸了，男子无奈报了警。就在民警现场处理期间，肇事者的妻子主动打来电话报警，称丈夫刘某饮酒驾车撞人后逃回了家，要带他投案。你这个老头子下那不熟，我就选警察了。这位深明大义的妻子称，丈夫撞了人不顾而去，良心过不去。真是跑的坏子，丢的坏子，良心也过不去了。对。最终，肇事司机刘某被测出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72毫克，因涉嫌醉驾肇事逃逸被控制。司机开车呢，不仅自己要遵守交通法规，如果车内有孩子，还要注意孩子的安全。近日，贵州安顺的一辆越野车在行驶的途中啊，一名男童多次从这个天窗爬出，再从侧门的车窗钻入，这个场面十分的惊险。后车乘车人员拍摄的手机视频显示，3月8号晚上，前面一辆越野车行车或等红灯时，一个男童多次从车辆天窗爬出，然后迅速钻入侧门车窗。这辆白色的越野车呢，它的行驶速度也还不慢，很危险，对于这个小孩来说。其次，对于我们本身这辆白色越野车的驾驶员，也是一个妨碍他安全驾驶的行为，他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对后方的车呢，也是影响很大。按照手机视频中的车牌信息，民警很快找到了涉事驾驶员陈女士。陈女士说，当晚她开车带着三个小孩回家，翻车窗的是她9岁的外甥。民警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并依法进行了处罚。3月10号，湖北武汉地铁7号线的湖北大学站也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位幼童啊，独自通过了地铁的闸机之后，险些误入了下行的扶梯。这危险的时刻，地铁的安检护卫员飞身一跃，越过了栏杆，成功的救起了幼童。画面显示，事发前，一位女士一手推着婴儿车，一手拉着孩子走过安检区。在准备刷卡通过地铁闸机时，一名幼童从闸机扇门先行通过，女子没能跟上。
很快又同蹒跚走到了下站台的手扶电梯口，眼前就是滚动的电梯。危急时刻，听到呼救的安检护卫员郭庆福从远处冲过来，一个飞身跨越护栏，跳到运行的电梯上，把孩子紧紧抱入怀中。整个救援过程仅用了十秒左右。我看孩子就前脚马上就是说那个要踏上那个扶梯那个踏板上了，当时我啥也没想，就直接就跨过去了。当时就想不想让孩子出现意外，就赶紧就是说把孩子那个抱在怀里，等着孩子的手情绪稍微稳定了一点，我就把孩子给家长了。把孩子交给了家长后，郭庆福才松了一口气。今年29岁的郭庆福负责武汉地铁安检护卫工作已有3年。回想起整个过程，他说还是有些后怕，幸亏反应及时，总算化险为夷。面对大家的称赞，他说这只是职责所在。武汉地铁方面表示将对郭庆福的勇敢表现进行表彰，与此同时也加强了对带孩子乘客的巡视和提醒。在此也想提醒一下广大的乘客朋友，如果你有携带小朋友进站的话，一定要牵好照顾好你的小朋友。像我们地铁站内和出口都有垂直电梯，像行动不方便的或携带小朋友大件行李的乘客可以优先乘坐垂直电梯，也会更安全一些。如果有特别的需要服务，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小孩子啊，往往对周围的事物呢充满好奇，会尝试身边的各种新鲜的事物，但是家长一定要留意儿童的安全。近日在贵州呢也发生了两起儿童安全的事件，来看一看。3月11号下午，在贵州兴义市菊山大道小吃街上，一名5岁小男孩脚趾被铁凳卡住，因脚趾被卡得太牢，小男孩疼得一直在哭。根据现场情况，一名消防员先借助器材对铁凳进行松动，再利用撬棍对缝隙进行扩张，而其他消防员则在一旁安抚孩子的情绪，并对其做好防护措施，防止在救援过程中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最终消防员将小男孩的脚成功移出，由于救援及时，男孩的脚只有轻微擦伤，并无大碍。3月10号上午，在贵州贵定县，一个小男孩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当地消防救援大队。据孩子家长介绍，小男孩在玩耍时将一个铁质指环戴在手指上玩耍，当时家长没在意，直到发现孩子的手指出现红肿，指环已经无法取下。消防人员一边安慰小男孩，一边利用指环切割器小心地切割指环，最终指环被切断。随后男孩被家长带去医院检查，所幸手指无大碍。不仅是孩子，大人也要注意身体健康。在重庆打工的周师傅呢，前段时间回了一趟老家，听说吃鱼胆可以排毒，周师傅呢就吃了好几个，可是排毒是没有见效啊，周师傅反而因此中毒了，差点丢掉了性命。医生也提醒，鱼胆含有极强的毒素，千万不要听信偏方食用。周师傅告诉记者，他吃的是草鱼的鱼胆，用一点白酒喝着就直接生吞下去，可是随后周师傅就出现了呕吐、头昏、昏迷等症状，家人赶紧把他送到新桥医院，经过抢救，周师傅这才转危为安。但其实鱼胆里面含的都是毒素，这种就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鱼胆中毒的病。记者也走访了一些水产品市场，经营户说草鱼花鲢的鱼胆比较大，他们在清理时鱼胆等内脏都会扔掉，不会拿给顾客。有市民说鱼胆有毒，确实不能吃，但听说蛇胆生吞有清热明目的功效。对此徐医生表示，这其实是一个误区，蛇胆的确有清热明目排毒的功效，但需要专业制作之后按照医生的要求服用，随意生吞蛇胆也有可能出现中毒的症状。徐医生说，由于鱼胆中毒主要损害的是肝肾脏器，目前还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只能够通过血液净化治疗的方式清除毒素。医生特别提醒市民，鱼胆是消化器官，含有极强毒性的胆汁毒素，不论是生吞还是煮熟的鱼胆都具有毒性，市民千万不要尝试。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13号，保加利亚、奥地利、捷克等欧洲6国总理联合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洲理事会主席，敦促欧盟尽快就新冠疫苗公平分配问题进行讨论。此前，欧洲多国曾质疑疫苗分配不公平。据报道，6国总理在信中强调欧洲团结的重要性，认为这保证了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将平等获得有限的资源，如新�冠疫苗。他们提及欧盟27国领导人1月21号视频会议的成果，也就是要按照人口比例向欧盟各成员国同时提供疫苗，并表示如果不遵守这些原则，就可能在国家间产生巨大差异，一些国家很快就能实现群体免疫，其他国家却远远落在后面。12号，奥地利总理库尔茨还曾批评欧盟新冠疫苗分配不公正，违背了欧盟领导人达成的按人口公平分配的协议，继续下去将导致欧盟疫苗接种工作的严重失衡。面对质疑，欧盟委员会13号发表声明称，欧盟是依据每个成员国的人口比例，并参照流行病学数据进行新冠疫苗分配的。与此同时，各成员国政府对于如何在国家间共享疫苗拥有决定权。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各成员国政府此前曾同意采取一项灵活的政策，那就是如果有国家选择不按照其人口比例获取疫苗，那么疫情形势更严峻的成员国可以获得更多剂量的疫苗。声明说，欧盟方面支持严格依据每个成员国的人口比例公平分配疫苗的做法。当地时间13号，约旦卫生大臣引咎辞职，起因是在位于约旦萨勒特市的一家医院，多名新冠肺炎病人因氧气供应短缺死亡。萨勒特市距离约旦首都安曼大约20公里。据美联社报道，萨勒特市一家公立医院收治的新冠病人中，至少7人因氧气供应短缺死亡。据一名病人家属讲述，医院内氧气供应耗尽的时候，他看到医护人员从医院外搬来便携式供氧设备，在医院的隔离区域，医护人员也严重短缺。قسم العزل كامل يا اخوان طبيب واحد وتمريض اثنين يا جماعه على 50-60 مريض حرام。目前暂不清楚医院为何会出现氧气供应短缺。约旦首相哈苏奈下令彻查这一事件，同时要求约旦卫生大臣奥贝达特和萨勒特市这家医院的院长辞职。ما حدث كان خطأ جسيما وفادحا وغير مبرر او مقبول وحقيقة انا اشعر بالخجل。تبرير والقبول لهذا التقصير وهذا الخطأ ونتحمل كامل المسؤولية المترتبة عليه。约旦政府同时宣布，卫生部和所有卫生机构进入紧急状态，以确保医院都能正常运转，患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13号当天，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到访萨勒特市的这家医院，安抚病人家属。大约150名病人家属聚集在医院外，当地警察和安全人员被部署在医院周围维持秩序。约旦人口大约1000万，近来该国新冠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激增。约旦卫生部网站12号的数据显示，全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46.4万例，单日新增超过7700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5200例。针对伊朗一艘货轮近日在地中海国际水域遭爆炸物袭击一事，伊朗媒体13号报道说，这次袭击很可能是以色列实施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当天则拒绝就此作出评论。伊朗光明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调查小组的一名成员说，考虑到地理位置和货轮遭袭击的方式，很大的一种可能是这次行动是以色列方面实施的。报道还指出，有以色列媒体也称以色列可能参与了袭击事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的一艘货轮10号在地中海国际水域遭爆炸物袭击，船体部分受损，没有船员伤亡。航运公司发言人说，这艘货轮从伊朗前往欧洲，在对受损处进行评估和维修后，这艘货轮继续航行。航运公司方面说，这一袭击违反有关商业航运安全的国际法，有关机构将依据法律程序调查肇事者身份。
当地时间13号是美国非洲裔女子泰勒遭警察枪杀一周年的日子。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民众走上街头举行活动，要求严惩涉事警察，还泰勒一个公道。据美国媒体报道，数百民众当天聚集在路易斯维尔的街头，手举“黑人的命也是命，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等标语。泰勒的母亲也参加了当天的活动。参加活动的市民表示，悲剧已经过去了一年，但是涉事的警察依然逍遥法外，他们要求还泰勒一个公道。Yeah, it's important to be out here today because it's been a year and we still have not gotten justice for Breonna Taylor. No one has been charged, no one has been prosecuted or convicted for her murder. And it's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remember that and that we have to continue to fight and we can't stop. We have to keep going, and we cannot rest. Breonna was not able to rest, so we should not be able to rest until people are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 murder. 2020年3月13号，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警方在接到错误情报后，闯入布伦纳泰勒的家中搜查毒品。当时泰勒和其男友沃克正在睡觉，被警察闯入的声音惊醒。误认为警察是非法入侵者，随后沃克和警方互相开枪射击，导致泰勒被警察开枪打死。事后警方并未在泰勒家中搜到毒品，泰勒被警方枪杀后，路易斯维尔爆发抗议活动，要求严惩涉事警察。当年9月，当地检方决定对3名涉事警察不予起诉，仅指控其中一名警察犯3项肆意危害罪。随后全美多地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日前，一名英国现役警察涉嫌绑架谋杀一名33岁女性的案件在英国社会引发了关注，大量英国民众13号举行悼念活动，期间与警方发生冲突，数人被逮捕。13号白天，已经有民众摆上蜡烛和鲜花对遇难女子表达哀悼。入夜之后，悼念民众越来越多。据了解，活动组织者原计划当晚在伦敦南部的一个公园，也就是被害女性莎拉·埃弗拉德最后出现的地方举行悼念活动，但是因为防疫政策，活动未获批准。不过当晚仍然有大量民众聚集悼念遇害女子，警方之后出动警力驱散人群，过程中警方与悼念人群发生冲突，场面混乱，多人被逮捕。本月3号，33岁的女性莎拉·埃弗拉德在伦敦南部从朋友家离开之后失踪。10号，警方发现她的遗体，并逮捕了涉嫌绑架和谋杀的现役警察维恩·卡曾斯。这一案件引发了英国社会对女性安全的广泛关注与讨论。13号，涉事警察在伦敦首次出庭受审。当天他只确认了自己的姓名等个人信息，据悉他将于3月16号再次出庭。近日，俄罗斯的一名舞蹈演员在冰面上跳起了芭蕾舞《天鹅湖》，如此别出心裁是为了呼吁人们保护天鹅。身穿单薄的芭蕾舞裙，伊尔米拉·巴格托迪诺娃在圣彼得堡的一个港湾上翩翩起舞，仿佛精灵在天地间跳动。伊尔米拉是圣彼得堡玛利亚剧院的一名舞蹈演员，他表示选择在冰面上跳天鹅湖是为了呼吁政府保护天鹅的栖息地之一巴塔列伊纳亚湾。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一家公司计划在巴塔列伊纳亚湾建造大型谷物码头，这项工程将威胁到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在获知这个消息后，伊尔米拉决定用舞蹈的方式表达抗议，并将舞蹈视频上传到了网络上，呼吁俄罗斯人签署一份给总统普京的请愿书，要求保护港湾的自然环境。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显示，2月份 CPI 同比下降0.2%，降幅有所收窄。数据显示，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下降0.2%，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
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1.6% 转为下降 0.2%， 影响 CPI 下降约 0.05 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下降 0.2%， 降幅比上月收窄 0.6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下降约 0.15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食品中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影响，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4.9%， 降幅比上月扩大 11.0 个百分点，鸡肉和鸭肉价格分别下降，降幅收窄。非食品中，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价格上涨，交通通信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下降。据测算，在二月份0.2%的同比降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1.8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1.6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由上月下降0.3%转为持平。此外，在工业品价格方面，二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7%，涨幅比上月扩大1.4个百分点。每年的三月中旬呢，都是冬春蔬菜和夏秋蔬菜腾潮的季节，蔬菜的产量会有所减少，进入生产淡季。但是今年呢，由于各地冬春蔬菜的主产区加强了生产，蔬菜的总量供应充足，价格也出现了季节性的回落。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今年二月受节日消费拉动影响，春节之前蔬菜价格出现季节性上涨，同比上涨5.8%，环比上涨2.7%。但春节过后，菜价连续下行，二月份最后一周，全国蔬菜批发均价环比跌10.4%，同比跌1.6%。目前，蔬菜价格已连续四周出现下降。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蔬菜生产是一茬压一茬循环推进，每年11月至来年3月，市场上的蔬菜供应主要以广东、广西、云南等南方陆地蔬菜和北方设施蔬菜为主。进入4月，随着气温回升，全国各地蔬菜开始大量上市。近期尽管蔬菜正在进行腾茬，但由于产量充足，市场供应有保障，蔬菜价格出现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每周的收获产量超过1200万吨，也就是人均每天有2斤半菜，能够保障老百姓有菜吃。我们再来说一说南北方的饮食差别。南方人呢比较喜欢吃大米，而北方人呢则比较喜欢吃面食。那为什么爱吃馒头的北方人体力好呢？原来馒头里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小苏打也叫食用碱，一般是作为食品制作过程中的蓬松剂。当我们做饼干、糕点这些面点主食时，添加一些小苏打会让食物更酥脆、更蓬松，口感提升不止一点点。然而，小苏打的功效可不止于此。大家知道，短时间剧烈运动中，身体内体液的酸碱水平的确和运动耐力密切相关。科学家发现，如果在运动前摄入小苏打，可以中和部分运动中上升的血乳酸含量，降低血乳酸水平，从而提高乳酸阈值，有氧耐力会更好。小苏打的摄入对血液酸碱度的影响，一项研究对比了足球运动员在间歇性耐力测试前，分别补充6毫克每千克体重的咖啡因和0.4克每千克体重的小苏打，结果表明，小苏打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效果最明显。也就是说，运动前适量摄入含有小苏打的食物，比如苏打饼干什么的，对提高运动表现会更有帮助。早饭的时候来一个馒头啊，体力更好。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长春市教育局日前的发布通知，从2021年春季学期开始，在全市小学、初中和高中全面实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原则上，自3月15号开始，小学延长至17点，初中延长至18点，高一、高二年级延长至18点30分，高三年级延长至20点30分，开展课后服务工作，坚持自愿选择原则。最近呢，天气转暖，花儿们呢已经迫不及待地绽放了。长春市净月潭景区内的网红冰凌花也陆续地盛开，跟随镜头一起来看一看。
上午，记者在长春市净月潭景区冰凌花谷的山沟里看到一朵朵冰凌花争相盛开，第一感觉就是花虽小，但却有着立于天地间的傲骨，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力。美丽的冰凌花点缀了整个山坡，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我们同志他们昨天就上净月潭来了，完了他们照的，完了发的那个群里，哎，我看特别好，完了我就上网上一搜，哎，净月潭的冰凌花可好看了。完了今天早上就跟领着孩子还有我闺蜜，我们就过来来看这冰凌花了，挺惊喜的。我头一次看这冰凌花，在这个冰天雪地里就是开出来，很倔强哈，还挺娇美的。要前往净月潭一睹冰凌花芳容的朋友，可以打开百度地图，搜索净月潭冰凌花谷即可找到，在这里就可以欣赏到美丽的冰凌花了。那冰凌花呢，它是一个金黄色的花朵，先开花后长叶，最高的植株可以长到7到8厘米，整个花期呢是从3月的中下旬一直到4月的中下旬，一个月的花期，所以说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前往净月潭的冰凌花谷来欣赏冰凌花的芳容。同时再次提醒广大游客，在赏花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共同爱护好冰凌花。那大家在拍花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脚下啊，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冰凌花有一个非常好的生长环境。同时呢，冰凌花也是有毒的，请大家不要采摘食用。虽然前两天天气转暖，花儿盛开，但是从今天开始呢，我省将出现雨雪天气，气温也将明显下降。春季来临，万物复苏，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来公园里游玩、散步、跳舞、放风筝的人也逐渐增加了。但是这样的好天气呢并没有持续很久，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省，未来一周将会出现雨雪、大风、降温等天气情况。受蒙古气旋冬雨影响，我省风力将逐渐加大，中西部地区由5到6级的西南风转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9级，同时部分地方伴有沙尘天气。预计15日白天，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降雪过程。我省的中西部地区，主要是以小雨为主，东南部地区有小雨或小雨夹雪。在降水的同时，我省气温也将自西向东明显下降，累计降温幅度可达9到12摄氏度，东部部分地方可达14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将出现在16号或17号早晨。我省的东部山区最低气温为-11到-8摄氏度，其他地区为-7到-5摄氏度。那即将出现的雨雪天气情况呢，可能会导致路面湿滑或结冰。在此呢，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行驶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15号白天风力较大，并伴有沙尘，提醒大家呢做好防风、防尘、防火等工作。那雨雪过后的天气呢，可能降温幅度会比较大，在增加衣物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要预防呼吸道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今天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提为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明天同一时间再见。